恐怖的射手，今天只投中了一个三分。看看李章林面对孙鹏，把球给进去，孙鹏的防守和队友形成呼应，快下，都有把球放下之后，陈李，路易桑给到底线，再往里走，漂亮的传接 ，nice， 来自周伟豪和路易桑的连线。大家连得五分，再次扩大领先优势。暂停，暂停，暂停！场边有暂停的申请。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！累不累？不累。好球，好球，要球啊，大哥！他是四号位。